发言，发言跟委员报告，这次登记发言总共有五位，那因为总共时间是十分钟，所以一位可能发言的时间是两分钟。好，也可以共用了哈，不过我们这个十分钟一次只能进来一位。哦，一次只能进来一位。那如果要讲到十分钟的时候呢，那全部的这个这个申请的这个民众啊，或者团体呢，那就要离开现场啊。这个麻烦呢，大家彼此在互相帮忙啊。那我们也祝这个会议呢顺畅的这个召开。好，那是不是那就我们先请第一位啊，那个松烟公园催生联盟的游毅游先生。